好，我们谢谢我们李韵老师，好，指导的我们的节奏的节奏乐队，好，又发现孩子专注的眼神真的很可爱，好，然后呢，学音乐的孩子一定不会变坏。那欢迎家长哈，就鼓励孩子来参加我们冠福国小四到六年级的节奏乐队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是最后压轴，就是我们六年级的学生，好，以青春好样嘉年华为主题。那每个班级好，其实都准备了精彩的、丰富的节目。那每个孩子都秀出了自己的拿手绝活，除了钢琴好，还有包括了舞龙好、扯铃、陀螺等我们的传统杂技。好，那让我们欢迎，掌声欢迎六年级所带来的演出。那在演出之前呢，我们也先请校长致辞。我想代表所有的师长，我们很感谢各位家长的莅临。那今天是他们最后一场，在万福国小最后一场我们艺术周的演出，那我们今天把舞台就给他们。那我想我们用心来看看，我们一起 来享受这样一个丰收的季节。那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被感动，在这边 先跟大家预告，我们的孩子长大了，我们好高兴哦，好，在这边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六年三班带来的是摘柳爷爷，六年一班带来的是601个回忆，六年二班哦，紫光闪耀月升阳，欢庆五月喜洋洋，六年二班紫金联欢晚会。那六年四班带来的是魔王与夜明珠，那让我们掌声欢迎六年一班。谢谢大家，对不起，六年三班。从前有两位爷爷，一位平常日行一善，造福乡里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就是右班刘爷爷。而另一位则满脑子都是坏点子，整天只想着。这天，两位爷爷发现小妖走在路上，右班虎看左青龙见他走过来，便伸出脚把他给。哎呀，好痛啊！右白虎爷爷立刻把他扶起来。你没事吧？要小心一点哦。没有。报告大王，刚刚谢谢有右白虎爷爷救了我。有这回事？那请右白虎参加宴会来表达谢意吧。大王便想请右白虎参加宴会。谢谢大王邀请我来参加宴会。不用客气，请欣赏表演。首先上场的是热情有力的扯铃。Thank you.
走进的丑灵表演结束后，小妖们要展现他们的音乐气质，所以下一组是乐器表演。你是天使，你是我最初和最后。
你们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，可是我的肚子好痛哦，我可以去上一下厕所吗？没问题，想要大家去上厕所。过了许久，大王开始疑惑，左千代先生怎么不在呢？想要帮你去找看看，他去哪了呢？青龙，青龙，要再次提醒一下第一排来宾，请不要来宾旁边。麻烦来宾什么问题？请不要坐在第一排，再次提醒。大伙大叫左青龙的名字，没想到却引来了妖怪们最害怕的克星龙出现了。什么？叫什么？
叫做《601个回忆》，对吗？没错，好看，没看，没看，而且有六国语言呢、啊。可是我功课没有写完耶，赶快啊！钢琴表演要开始了，吉尔南德，我们把它拖走吧。吉尔。
这里。我觉得，我听见我眼眶下雨的声音啊，实在是太感动了。他既然有感动的曲目，那我们就应该来点嗨的吧。哎，今天好像是男生跳舞，哎，那曲目是赤裸之侠的《闹翻天》。哎，要不要上台一起跳啊？当然要啊！来，直接音乐。冷静。
我补偿你另一种破题好不好？我是陈志琪，我是邱奕晨，下台一鞠躬。